台湾呐、是讲提醒你讲，咱的保健品对咱对咱的重要性。啊，你发到这个地方上了后，你会使伫个每一日每一天，吼、哦，把这个精神，吼、哦，放伫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当中。我像讲，你若带伊读文学作品吼，你就会使逐天拢摕一篇啊，读一篇啊文学作品。啊，你若爱语言研究，你会使去摕迄种相关的迄种。言语电、字典啊，还是字典，一般的字书典、字典，逐天啊找一字啊，找一字啊，你唔捌的迄种字数，咱学一下。啊，这个是咱李工桥基金会每一冬要办保育日相关活动上重要的这个政策，阿妹，感谢你。自己的拍无办差，你总在卖茶，你总在卖天。